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内地性感女星莫露露近日推出全新单曲，却同时被流传一系列的全裸写真照。照片中的她不仅两点画叉，其他还有全裸、捧乳等床照。因过去作风大胆下作，让网友不以为意地表示，流出的裸照根本就是炒新闻。据悉，莫露露2012年曾出过一张单曲，并且参加各式车展活动。近日即将推出新作，却同样流出一批系列大尺度床照。只见她不时趴在床上拱起翘臀，甚至有全身赤裸并以双手环抱双峰入镜等照。对此，莫露露的经纪人表示会追查缘由，但她过去拍下不少性感照片，甚至穿着渔网装，上空贴黑色乳贴，在夜店演出艳舞秀，让网友面对她的裸照被疯传不以为意地表示，又是借机炒作新闻的裸模，甚至拿出她跟甘露露比较，讥讽叫露露的都很露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看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